然哥，这么多清洗剂够不够？知道啊，这那么多字还不知道够不够，万一不够的话，可能还要出去买一点东西。前期无字，我买了20几瓶。等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这么多了啊！刚刷，开稿啊 ，OK。来，开稿，手表。还有最后一笔，搞了8个小时，基本上看不见字了，手上已经看不见了，偶尔还有一点点隐隐约约的，它本身这个石头上本身它就有这种黑色的这个斑点，你看这个石头也是一样的，看到吗？最后一笔，然后咱们把它弄完收工，肚子太饿了，到现在早上到现在已经下午的快马上天黑了，还没吃饭。搞完这边收工，最后一瓶喷完了，基本上看不见了，完全看不见了。来 ，OK， 准备收工，下山，下山吃饭。环浪琴湾，一片蓝天白云。把这些垃圾带走，等会儿那个今天把这些之前这些车这些破垃圾我们全部清理。对对，打包带走。讲的对。带这谁的谁的手套套？这谁的毛巾还有？全部打包带走，然后这些瓶子也捡走。这些瓶子起码有一两年了，在这里。今天我给它全部弄走。什么来着？给所有的车友们一个交代啊，搞定了。我老表，还有咱们助理，我们三搞了8个小时，搞掉了，弄掉了，搞了。然后顺便把这个浪琴湾啊，之前这些生活垃圾啊，有矿泉水瓶啊，有什么红牛瓶。全部给他打包带走，带出浪琴湾，漂亮了，终于漂亮了。辛苦今天辛苦老表还有助理了，搞了8个小时，这个石头上也搞掉了。浪琴湾还是之前那个浪琴湾，没了。哎呦，老表，多谢老表还有助理今天的帮忙。走，老表，下山，我请你吃海鲜去。走。